二个的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宁宁，今天又来赶腿了。虽然天气有点降温，但今天天气非常的好啊，而且风吹大潮。我快去看看有什么收获吧。看这里，底下是两只螃蟹。哦，看看，哇、哦，超级鲜活，好秀的样子呀。奈何今天没在家的啊，我手抓螃蟹给你们看看。哎呦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两只螃蟹好大呀！哎呀，哇塞！哎，哦鱼，哦，天哪，嗯、上土吧，进去，哎，进去吧，哦，哎呀，他死活不进去，哎，这里水深，别让他跑了，好了，进来了，那一只呢？好凶猛的样子呀，太肥了！踩它大爪，踩它大爪。好，可以这样踩。对对对对。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哈，如果让你们碰到这种大螃蟹，你们敢用手拿吗？咦、哦，吓死我了！镜头离远一点嘛。好好好。你挡着我，我拿起来我好扔进去。没扔进去那些人。它这个大爪里肉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还很鲜嫩哈，很鲜甜。收了啊，把水倒一下，太多水拿不动。翻翻石块底下有没有螃蟹哈、啊？哇塞，现在大螃蟹都出来了。哦，八爪鱼一只。我还寻思着，满脑子里都是螃蟹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它吸得好紧、啊。哇，非常的鲜活呀。哇塞，漂亮吧？而且还很肥哈，这个头大，收了收了，呜呜呜，咋办？完了，呀，完了，呀呀，就这样吧，走，看这个石头底下，没有货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走，这个石头底下像你的样子，起，没有，看看这个石头底下，哦，一秒变色有没有？收了啊。看看它在这底下，吸这么多石块吗？哎，还好多小螃蟹，你们处的关系还挺好呀，竟然没互相攻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天，收了收了。哎，这么肥、这么鲜活的八爪鱼，得用两个手才能搞定它啊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你又发现一只大螃蟹，哇，今天的大螃蟹咋这么大呀？这都是赤甲红哈。过来，你看，过来，他又举着钳子，耶，耶，超厉害的样子，哎呀，哇，这从今以后我得带着抓子，带着夹子来，不带夹子不行。收了啊，这个还非常老实。你们看，我刚要翻石头，低下头就看到这里藏了一只八爪，没藏好。咦，出来吧，看它藏在这一动不动的，感觉就跟藏得很好一样。咦，吸好多石头。哎呀，这么有劲儿的吗？哎呀，它这个白白的，咦，还没开始变色，漂亮！走吧，继续找一找。这石头底下有吗？没有。哇，猫眼螺一个，咦，又露一半个屁股在这等着我。咦、捏都没来得及捏，可想捏一捏了，收了吧。这里有大石块的，看看有没有螃蟹。哇，有吗？哦，这么大一只螃蟹吗？可真的是不愧是让我费了这么大的力。咦，这个螃蟹你看在这里还行。竟然没有，其实我还比较有感觉的，呼吸感觉的话，哇、哦，原来在这里、啊，怪不得感觉这么近呢、啊。呀，我还没动你就要逃跑，耶！哎，这个个头不大，比起前面这个头小了点，但是也是比较调皮的。你看，粘着我，哇，怎么样？真的很漂亮吧？是我喜欢的啊，收了。这里一个八爪鱼，哪里？
深，我先看的淡，然后我走往这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条八爪鱼，我反应过来了，刚开始没反应过来，是不是啊？非常大的八爪鱼，哎呀出来了，这两个小沙贝也一起点了，来我来看看淡。哦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8、6只蛋，你看一个趴在这下的蛋，一个趴在这下的蛋，一个在这下的蛋，然后它们的位置真的很明显啊。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哈，这里可能就是浪来回拍的时候就给它拍的裂味了，然后水进去了，可能没法吃了。其实我捡的这些蛋并不是每一个都非常好，像这种裂味的进行排水的就可能就不太好了，回家应该还能吃，但是放不住的，不能放时间太长。然后大家就是说它的裂味吧，就会有朋友以为什么上面写了字还是啥的，上次有人在评论区那样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坏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给力，这是一对海凉菜，收了好多沙贝，还有几个海星，来，然后抓到这个海星，突然我想起来，有个朋友在评论区里跟我说，他们家的孩子看到我经常夹海星，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海星姐姐。我感觉这个名字特别好听，让我有一种想改名的感觉。海星姐姐是哪位小朋友给我起的名啊？你不是叫牛大力吗？牛大力肯定不是小朋友给我起的，还肯定是一个青年，肯定是哪位小朋友的妈妈给我起的，牛神力嘛，不是？这个力气是很小的。哎呀，没有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海星，真漂亮！哇，这里还有三个蛋，你看蛋上，离老远就看到这么亮，很干净，很干净的。然后有朋友又在评论区里说了，假的吧，自己放的吧，那个海洋大蒜怎么没有那个没有土没有屎啥的这么干净。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在评论区给他说，被海水洗掉了，真是还是有明白人，有明白人没有。哎，这是两个木药炉，你看哇，这个大肉，哇呀，我多长时间没捡到木耳螺了？你看，哇，你轻点，还真好。我就想叠它了，你轻点。哇，软软乎乎的，这感觉可真好呀。这是好久没捏木耳螺，有点生疏了。我刚刚就想捏，然后我看到它这上面好多沙，我又想给它洗，一捏一洗都不知道要干啥了。收了啊。好久没捡到木耳螺了，手有点生。一个螃蟹，这有螺，这里边有螃蟹，你用手扒一下，我看见了，过沙了。那就看吧，看呗。你咋不用？看。哇，夏天到季节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八哥蟹都长大了，还有多的蟹。哇，好大一个大壳！好了，不碰它，一块大石块，咱们挨个翻过去，看看有没有八爪鱼。从你开始，切，没有。这小的应该没有吧？切，哎，这里有一个，你看看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咋回事？这咋回事？这感觉不太行啊！活的，切，没有，走，这个大力的，切，有吗？没有，你还没抛下来？没有，看这里还有一个蛋。这个鸭子怎么回事？孤零零的自己在这下一个蛋，怎么不聚堆啊？应该来说，他们都是在一堆的啊。快，这还一个。还有一个，这两个海星差不多大呀，你看，是吧？都。别走。哟，好大扇贝！哎，一起带出去。哎呀，窜出去一个啥？速度可快了，都没看见。扇贝，有没有？切，没有。一个海星，一晃眼就看到它在这了。这个在这躺着还挺好看的。哇，好漂亮，这样玩底下。对呀、啊。来，给它拍个镜头。好漂亮。